可怜的鲨鱼妈妈。在这片海滩上，常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度假垂钓。也由于这片海域非常适合雌性双髻鲨生产，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双髻鲨来到这里产下宝宝。您好，双髻鲨妈妈，您又来这里产小宝宝啊？是啊，因为这里非常适合生小宝宝。的确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这些年，人类占据了这个海滩，把这片原本美丽的海域搞得乱七八糟。哎，真怕以后这片美丽的海域会变得更糟糕。是啊，希望我肚子里的宝宝以后换他们来这里生育的时候，这里的环境不要变得太糟糕。双髻鲨妈妈，你肚子里的宝宝也快出生了吧？是啊，我觉得他们今天就应该要出来了。那你要小心点，海滩上有不少人在垂钓，不要让他们伤害到你的宝宝啊。谢谢你，我会小心的。每到双髻鲨来这里生产的季节，很多钓客都会来这里碰碰运气。每个人都希望能钓到一条像双髻鲨这样的大鱼。看你准备了这么好的钓竿，这次是要钓什么鱼啊？我今天可是针对双髻鲨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你要钓双髻鲨？别开玩笑了，那种鱼不是你想钓就能钓到的。是啊，虽说现在这个季节是双髻鲨来这里生产的时间，可是要想钓到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，我准备了双髻鲨最喜欢吃的诱饵。哈哈，你要是能钓上一条双髻鲨，今天的午饭就我请客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海中这只双髻鲨妈妈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生产了，为了让自己在生产时有足够的体力，他便开始四处寻觅食物。哎，体力快不行了，连条小鱼都游不过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要赶快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，要不然等会儿就没有力气生产了。这只饥饿的双髻鲨妈妈在寻找食物时，突然看到一块漂浮在海中藏着鱼钩的肉。太好了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鱼肉，吃下这块肉我就有力气生下小宝宝了。这头饥饿的双髻鲨妈妈为了有力气生下宝宝，几乎完全丧失了警觉性。她朝着那块藏着鱼钩的肉游去。嗯，好香的味道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食物。啊，不好，这是鱼饵，这里面藏着鱼钩。咦，有鱼上钩了，难道他钓到了一条大鱼？不会吧，这家伙今天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呢？天哪，这条鱼真的很大只啊。看来是钓到一只大鱼哦。他不会是真的钓到了一条双髻鲨吧？被钓住的双髻鲨妈妈在海里拼命地挣扎，可是挣扎没多久她就没力气了，因为她感觉到肚子里的小宝宝马上就要出来。啊，好累好累啊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我不能被人类钓上岸，我肚子里的宝宝我还没有出生呢。咦，还想跑？啊，不好，我肚子里的宝宝要出来了。双髻鲨妈妈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留在海里把宝宝产下来，可是她实在太累了，最后还是被鱼线拉出了海面。哼，还想跑？你跑不了的。哈哈哈，是一条双髻鲨，太棒了，我今天真的钓到了一条双髻鲨。天哪，他真的钓到了一条双髻鲨，快快把他拉上来，别让他跑了。嘿嘿嘿，看你还往哪跑。已经无力逃脱的双髻鲨妈妈被拉上了海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
她肚子里的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了。不好了，宝宝就要出来了，不行，我得赶快游进大海。如果在海滩产下宝宝，那我的孩子们一定会死掉的。双髻鲨妈妈想到这，便用力往回游。真是的，这条双髻鲨还真是顽强，竟然还想逃跑。当这条双髻鲨妈妈被拖上岸后，她生下了一批鲨鱼宝宝。但由于生产时双髻鲨妈妈已经离开大海，这条双髻鲨和它的宝宝因此不幸全部死在海滩上。哈哈哈，这还是只怀孕的双髻鲨啊。哎，这条双髻鲨已经生了，但是好多的小鲨鱼都死了，它们真是可怜。我看还是将它们放回大海吧，要不然它们真的会全死在海滩上的。不行的，我一直想钓到一条双髻鲨，今天好不容易钓到了，怎么可能还放回去呢？人们常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残害许多无辜的生命，这样残忍的行为正是我们人类应该反省并及时改过的。